获胜。好，选哦，选我们的《射雕群侠传》。那今天就来打我们最后一天的试炼之境。那试炼之境这个活动总算结束了。那个七天，大家应该每天都可以组一些自己想要尝试的队伍，或者是一些有趣，然后有一些新奇想法的一些那个阵容。那之前有配过比较好的，算是杨龙配，那配上我们的异端大师啊、欧阳锋这些。那之前也有配过倚天，那老实讲，这个游那个试炼之境有些角色真的特别热门，比如像林朝英，像比如张无忌或郭襄这些，会还有小龙女这种会控怒，然后又兼一点输出，其实在这个对战里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吃香。要不然张无忌老实讲，如果以平常我们对打来说，其实张无忌真的很少人练。那只是说试炼之境来说，对于那个怒气的控制吼，真的非常的差距真的非常的大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打最后一天。那最后一天我还是想说，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那个四绝队啦。我其实真的想抽，我要看那个四绝，就是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。只是每一次那个选角真的都很难选，那个他不一定会给你。那给的话，也有可能会被人家抢那样子。好，最后一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天到底可以打什么有趣的队伍这样子。走，小昭啊，我终于哦，真的哇，七天我第一次选到小昭哈，有补师就来吧。那西狂来，我们选个西狂。然后啊，欧阳锋不错不错不错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嘛。那王崇这次我们就不走舰队了，舰队上次玩过了，那玩赵明好了。就算没有那个，我们可以玩独队。周芷若达摩啊，周芷若，我真的觉得周芷若非常不优。达摩，但达摩更不优啊，算好了，达摩好了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，北丐跟西毒都有了。然后潇湘子范瑶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范瑶，我这把不走舰队啊，我们潇湘子好了。啊，元贞这些什么怪东西啊？金毛狮王不会吧？死尸，好，陈旋风，来个东邪吧！哇，郭襄，哇，可惜，哇，我们少了那个南帝一灯大师。好啦，那个东邪有我们的黄药师，然后西毒有南帝少了一个，然后北丐这样子，那我们找西狂来补好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来找个那个达摩啊，我们的队伍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走，还要找那个小昭也可以。来，我们少了一个异端大师，我们三绝队试试看好了。异父异子队，先手哪一个比较热门？欧阳锋好了，其实欧阳锋真的蛮热门，欧阳锋以 A O E 来说真的是蛮强大的。来，林朝英配，他该不是舰队吧？哎呦，果然是舰队哦，选丘处机。哎，不要选那个裘千仞，那我们就选杨过配北丐。好，杨过配北丐。啊，干！为什么要选我的黄药师？我看，我想说啊，可恶啊！哇，猪八戒竟然把我这样选走了，那只能选这样啦。难道选赵敏？赵敏跟达摩哪个强？赵敏跟达摩，我感觉赵敏好像比较强。达摩上次用过真的非常的悲惨，一胜三败，真的是快哭出来了。来哦，那就不客气了，杨过没有小龙女，但没有小龙女的那个，这是什么队啊？这减伤队吗？减伤毒外挂一个杨过这样子，正常这个位置应该是天竺圣的位置，好吧？那减伤毒来玩一下，然后我们来玩看那个三绝队，把黄药师也找过来。哎，可惜差个一灯大师，我们就可以玩四绝队。想不到最后一天我们还是玩不到四绝队。来了 PK， 林朝英有对分先攻，不要慌。剑指月明一样，大家先来个友好的一个互相打。红烛夜奔，烛夜奔戳冰冻赵敏没关系，送你一发。好，上铁掌功，铁掌功上到毒，两巴掌轰超不痛的。神通，神通补补，来点蛤蟆功的威力。哦呦。飞天神掌其实还蛮痛的，小妖掌补血完美。好，杨过护攻啊，赵敏你该做事了，赵敏这边都上毒咯，降攻降疗降七血，这些做钢 K 600多万还不错。好，大家一起中毒，红烛夜奔，夜奔继续戳。好，赵敏给你冰冻没关系，铁掌功，哇，对面犯规，裁判目标小力一点。好，300多万不痛，铁掌功落月神掌，好，打赵敏没错，赵敏就是给你们打的。来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刷刷刷刷刷，剑指月明普普，好，送你一掌，哇，你竟然打教你那个弹指神通的人，哇，打你岳父这样好吗？
骑士官 K， 花场补血。哎、哦、呦，其实这种感觉还不错哎，只是他们都打在赵敏身上啊，这倒是真的。蛤蟆攻毒，那我 K， 好普攻，这就是裘千仞的好坏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练裘千仞，就是全队都是剩他也没有用。来看看我们的伤害，果然你看我们的那个欧阳锋真猛。真的强力建议试炼之塔没事包选谁就选欧阳锋的队，那个 AOE 的伤害真是够高，然后小刀补血还不错。OK， 所以来好一胜，我们下次把赵敏换成哎、欸、来欧阳锋，先手欧阳锋。哇，杨过被选走了。哇，杨过小龙女，杨过小龙女哦。那他已经不会选那个小招了嘛？啊，先抢小招。哇，林朝英呢？这是献祭流吗？空怒献祭流。哎呦，悲伤哦。那就这一支配上东邪西毒啊，西狂被选走，南帝北丐再加个赵明，就这样。我们三绝毒队，三绝的毒队这样子。好，那就黄药师不用滴，这样。好 ，OK。三绝独对，可惜啊，赵敏如果换成伊登纳斯就是我的完美阵容了。对面郭靖哦还不错，对面控制好多、哦、小龙女配郭襄配林朝英配杨过，哇这个阵容猛，可能打不赢哦。对面都是一些主流的一些那个控怒的队伍来了 PK， 看看对面在干嘛。一样起手先来个两刷，好，我再来。金剑法戳向怒，这回合得白打了。两十八掌，哇，超不痛的。蓝芒免不错，两个免控怒降减伤。戳没有人冰冻 ，OK。降龙十八掌，第一发都会石化。他勾剑放到后面也没啥用。好，我再来一次。哇，控怒降好多哦，小招。而且欧阳锋还不能堵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完了。哇，还来！哇，欧阳锋，你到现在还没做事情，你该做事了吧？他还在晕眩。降龙十八掌，其实蛮痛的，我讲。这是刚刚上毒，打赵敏，打赵敏！哇，你打小招干什么？哇，真尴尬。天绝明说不错，小招还没死哦，还差一点点。降龙十八掌，哎、欸，还蛮痛的。蓝芒，小招没有死，但是他还没进入。天无夜奔，欧阳锋要死了。啊，这场真悲惨！这场欧阳锋到现在还没放到招过。刷刷刷刷刷，不痛！不听剑法，说死！哇，这场被控的太惨了。红烛夜奔，戳！哎，其实红西宫感觉还不错哎，撑那么多回合。小魂掌死！啊，这回合子。红烛夜奔。这回合不行，这回合欧阳锋一发都没轰出来过。啊，死了啦，不用看了。绝明刷结束。啊，这场输的有理，那个控怒的这个伤害多了。等于说以后欧阳锋摆第一个吗？他却第一发先毒算了。来喽啊，看一下小刀被选走。哇，小刀被选走了，那我们选一些那个热门的好了。来，这两只，我欧阳锋摆第一位算了，我受够了。来看看哦，对面是什么？周芷若黄，哎、欸，这感觉阵容还 OK。那我这个好，最后一个看是要赵敏还是达摩？林朝英，哇，这个感觉不搭队，他是全女生队是不是啊？还有一个郭靖，郭靖一定是先手控制嘛？那还是赵敏好。好，那来先减伤，先毒，然后杨过后面，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杨过当收头。然后郭靖第一发基本上那个啦，先手控制那没办法，百分之百石化。但是应该是我先出手，所以我先减伤，洪七公先减伤，这样应该比较不会痛。来了，刚刚输了，那个控怒真的是太恐怖了。以后要是有那个小龙女的话，我干脆把欧阳锋放把第一个算。来了，开始蓄力有点不太妙，打打看。好，从头来了。十八掌风暴泥。哇，再来起来，好不痛，免疫伤害。周芷若，我真的已经对他死心了。北天仙掌不痛不痛。小混蛋，我送你一发。哇，你打你姑姑的祖师。哦呦，好补哦。
我要起身补哎，弹指神通，好，欧阳锋，上你毒，毒毒毒，两千多万，吸血控钢500多万还不错，哇，杨过没得打，好，从头再来，杨过十八掌我再轰，然后十八掌普普美人兮，前方爪抓不痛啊，周芷若真的在试炼之境真的没有选周芷若，那个爪真的是难怪那么不痛，没有黄场之前都不太痛。红符夜奔说好，没有事情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复活用完喽，刷刷刷，周芷若死，搓好，欧阳锋没事，刷好没事，大家都没事，然后从头再来一次，好，补血，杨过送你一掌，看送谁？送林朝英好了啦，送给林朝英，好冰冻，啊有人死，好 OK 搓，哇，真尴尬，来。蛤蟆功，我们欧阳大哥毒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好，杨过还没死。好的毒，我要毒死。红毒夜奔，戳杨黄药师，你到底起不起得来？黄药师，我该死了。哇，哇塞，剩杨过一个人。来，最后把林朝英干掉吧。刷，送给林朝英过去死。干还没有死，还差一点点。哇，又补血补坏了。哇，看，这到底是哪招啊？哇，回怒回太低了，回12而已。戳冰冻完了。刷，好，再送给林朝英一发冰冻，哇，免疫伤害，哇，剩三回合了。电子月明，戳 ，OK， 他会带补血，真的不划算，我会格挡，还 OK 了。好 ，OK， 林朝英再来戳冰冻，好，重新再来一次，再送林阿姨，我再送你一掌，哦，干，还是冰冻。好，是第15回合咯，看看是谁赢。AOE 应该是我比较高吧。来看看谁比较高。哎呀没错。有欧阳锋在 AOE 就不会输。看 ,4000 多万。4000多万的那个，难怪他连补血都补不回来。他补了也才补4000多万。好。OK, 这个势均力敌的对决。来了，对方先选的就是我先。啊，欧阳锋被选走了。我看你阿嬷嘞。哇哇！我整副牌除了欧阳锋之外没有其他主力。哇，还是控怒队，这真的不给活路啊！那就混伤哦。其实黄药师在里面好像不太强，要不选达摩好了。好吧，选达摩。这一次我们不走毒了，走看别的。哇，这队伍不是很熟悉的队伍吗？我操！好了，黄药师啊，这场当放弃。哇！不给活路哎、欸！第一发我黄药师，哇，真尴尬！天哪，小招补血啊！补第二个黄药师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用处。哇，这个人应该要输了。我整副牌就是欧阳锋的那个毒比较有用。来了，哇，郭襄女子，哎、欸，对，上次有人问说那个。郭靖妇女强不强？这次来看看郭靖妇女强不强。哇，还被禁怒哎、欸，那不给活路啊！实话说，小混账，我送你一发冰冻。蛤蟆公主降怒，哇靠，这给不给活路啊？十八掌太痛了，天哪！哇哦，小偷还不能补血、欸，哇，达摩还被晕眩，黄药师，哇塞！整副牌快死光了我，杨十八掌，我来达摩，好歹杀死一只吧。林朝英过去死，我靠没死。打蛤蟆公主，小毒是在回合结束的时候才那个的，没关系。戳好黄药师，好紫神龙戳林朝英没有死。哇，然后林朝英死了。哎呦，我们不错，毒还蛮痛的。哎，小丽，哦呦，好痛啊，天哪！哇操，四肢石化，好复活！哇，我快死了！小龙十八掌，我们继续轰，200多万不太痛，杨又是杨过一只，我靠！哇，又说哇塞，杨过 VS 小龙女，杨十八掌轰，哇，剩杨过一个人，好了，死了！哎，欧阳锋的毒真的是太痛了。对，没错，欧阳锋的毒光 AOE 就一半。好、啊，剩一个咯，两胜两负，来，
先抢欧阳锋就准没错啊。小昭被选走了，小昭配谁？小昭配杨过还是配林草英？来哟、哦，看看对面配啊，果然是配林草英，那、啊、真是没创意。那我就赵敏配那个，不要红七公好了。来，我们三绝先选好。他一定不会选赵敏吧？对，怎么可能选赵敏？哇靠！达摩配郭襄，好了，我们先选郭襄。啊靠，王药师，来吧，郭襄、欧阳锋，然后赵敏这样子 ，OK。先侵入我们那个进入哇，小龙一百到第四号位，其实小龙一百一号位比较好，他要赌张无忌的侵入是不是？来了。这是我们背水一战了，输了我们就输了。杨过配林草英真的是热门人选，来了，由张无忌先攻，来了，刷，清到怒我就挂了，好，没事没清到，然后十八掌轰，销魂掌打我，普普，以前寒芒三个进怒，戳好不痛。哇，被降怒，靠！我还被冰冻，哇，这不给活路啊！小花子还补血啊？对，我没有门补血。好，从头再来。OK， 哇，欧阳锋还在冰。欧阳锋，你快起来，欧阳锋！对方可以降空降疗晕眩，三指神通真伤上毒，好。小龙十八掌再冲一发。来，欧阳锋，赶紧做事了。蛤蟆功毒很毒，超级痛，超级痛，超级毒。林朝英快准备毒死哦，毒死林朝英复活，剑指月明双刷刷，林朝英快死了，剑指月明不要怕，哇靠，好痛啊！赵明死了，好，逆天寒芒，张无忌还没死，逆天法戳，小花掌，武器官补血，黄药师没死，毒死一只，红毒夜奔戳，欧阳锋死，哇靠，全死光了，哇，我又输了。哇，看来欧阳锋不能摆最后一个，欧阳锋把最后一个太痛了。哇，我们输了。剑法戳，花掌补血十。好，打完了，这就是最后一次的试炼之境，感觉有点落赛。下次再试，看他什么时候再开放，然后我们再去选那个视觉对来玩看这样子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喜欢欢迎支持一下，我是玄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。